队长，还好，不是致命伤，救援队一定有办法。但是前辈，得赶快把队长和前辈带到安全的地方去。现在只能靠我了。可是，要怎么带上两个人啊？一边扛一个，我又不是老妈。 卡罗尔，仔细听我说，不拘小节是你的优点，但有时这种性格也会让你身涉险境。 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热情和干劲解决，适度的定性是必须的。只有耐下心，才能在困难的局面中保持冷静和清醒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说教，所以这些话你现在当作耳旁风也没关系。只希望有一天。 你能在需要的时候回想起他，队长，冷静，卡罗尔，冷静，没问题的。 不是还有我这个第三小队的希望之星在吗？任务没有失败，我会让他继续下去的。
交给我吧，队长。我一定要把前辈和队长带出去，到时候无论是主教大人还是老妈，一定都会大吃一惊吧。还是没有瓦尔特先生的消息吗？以现状而言，可以断定他失踪了。天命的卫星拍摄到疑似瓦尔特先生的人在圣方丹的萨阿德车站下车，然后就彻底断了线索。整整两周没有联络任何人，也没有留下任何出行记录，就像一滴落入大海的雨水。根据特斯拉博士的说法，他的确是收到了圣方丹政府的邀请才离开 ET Studio 的。他这个人你也知道，总是会被卷入莫名其妙的事件当中，但最后都能平安无事，所以大家最开始也没有太担心。但这次时间实在太久了，而且圣方丹的样子也有些奇怪，是吗？你也发现了？从卫星拍摄的影像资料来看，这座城市仍在正常运作着，一如往常。但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以现在这个时间点而言，它未免有些正常过头了。圣方丹是一座旅游业发达的多元城市，
一年中随时令变化，有各色各样的节日与庆典。但就在这么一个旅游旺季，影像中的圣方丹，各个城区的人流量却异常平均，实在有些违背常理。反常加上反常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那座城市里一定发生了什么。事不宜迟，我建议测试完成之后立即出动第三小队前往圣方丹调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说到测试，感觉怎么样？你的两个小学徒。主教大人又在开玩笑了，我可不敢说自己能当他们的老师，尤其是他，圣弗雷亚有史以来第一位男学生。哦，你也很关注他呀。没有人会不关注吧，他在入学之初就备受瞩目，这也是你的功劳呢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一直是人群的焦点呢。不过他也用实际表现证明了自己，而且还是个很神秘的孩子呢。神秘？他在向我汇报会执行任务的时候，通常都是一副一本正经很内敛的样子，可偶尔他也会突然做出一些幽默甚至可以说是搞怪的行为，让人捉摸不透。也许他其实比看上去要更成熟，或者更幼稚，我也说不准。这就是当代的年轻人吧。但我能看出来你很信任他，毕竟一向谨慎的你却向研发部门推荐了这么一位新人，成为神火试炼的试验者。说到那件事，其实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虽然他的资质十分优秀，但那种在无意中流露出的不顾一切的责任感。希望这不会害了他。抱歉主教，我应该相信他的判断力。会担心也是自然的，但有你在，那种事不会发生的，对吧？那你的另一位队员呢？我记得是叫卡罗尔吧。卡罗尔啊，他还是那么的卡罗尔。队长，你叫我吗？我进来了。说到就到，主教大人，先失陪了。进来吧。那个，队长，你找我吗？怎么啦？诶，你刚才在和主教大人通讯，发生什么？误会啊，最近我都有好好在听课的，也没有违纪，晚上也都老老实实待在宿舍里，一次都没有翻墙偷溜出去过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放心，找你来是为了别的事。今天是模拟测试的日子，你没忘了吧？
啊，所以不是要骂我？啊，吓死我了！测试的事，我当然记得啊。昨晚已经突击特训过了，嘿。看你的样子，又临时抱佛脚了吧？提醒你一下，你不仅是圣弗雷亚的学生，同时也是天命特殊部队第三小队的成员。对你而言，这场测试也是一次对内考核。第三小队刚刚收到了主教下达的重要任务，模拟测试的表现会决定你在这次任务中担任的角色，要认真对待哦。啊，又要外出作战了吗？我们明明才刚回来没多久。别担心，这次的任务地点是一个气候舒适、风景宜人的好地方。才不是呢，我在门口都听到了，什么圣方丹，又是旅游又是失踪的。听起来就是个艰苦的地方。队长，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我们在东非大裂谷睡了一整周帐篷。这次我不会再上当了。要不队长你直接给我打个不合格吧，嘿嘿，这样我就不用出远门了。卡罗尔，我记得入队时你可是信誓旦旦地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天命战士的。我是说过，但成为合格的作战队员也需要时间嘛。现在的我还需要茁壮成长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下次任务我一定参加。那我就如实汇报给刘易斯前辈了。啊，等等，别，千万不要啊，队长，给条生路吧。那就好好努力吧。主教大人也很期待你的表现哦。啊，连主教大人都，总觉得自己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。我会尽力而为的。那么，跟我来吧。唉，真倒霉，原本还想偷偷懒，早点结束和金杰尔他们出去玩的。这次测试会重点考察你们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。首先是武器的使用，基础中的基础，能做好吧？啊，太阳好大，天气预报明明说是阴天呀。我都没涂防晒。卡罗尔，把注意力放在任务上。啊，好的，明白，我再提。
我刚刚说了什么？这个，大概是，麻烦队长你再说一遍。使用特定的攻击连携，可以更有效地击倒目标。再试一次，记住出招的顺序和时机。很好，试着击败下一组目标。接下来是身体素质测试，尝试躲避敌人的攻击，集中精力观察对方的动作，以你的身手应该不难。为什么要躲呀？这种程度的敌人我一拳就能砸个对穿。卡罗尔，知道了，我躲就是了。这种难度对我来说根本是小菜一碟，轻轻松松啦。那是当然的，这只是热身而已。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结束的。刚刚的测试说到底还只是演习，敌人依照既定的程序行动，攻击千篇一律，动作也一眼就能看穿。但在真正的战场上，形势瞬息万变，意外随时可能发生，思考的时机也往往只在一瞬。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合理的判断，这才是对你的考验。好了，我们前往下一个场地吧。警报！哎，怎么了？是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？队长，怎么了？测试用的战术机甲因为不明原因失去控制，正在攻击校园里的学生。什么？机器人失控了！别担心，校内的教官和老师已经出动了，人群正在往安全的地方疏散。除了一名受试学生，暂时没有人和失控机甲接触。
卡洛尔，测试终止，你留在这里待命。一名受试学生是谁？是金吉尔。啊，金吉尔！冷静，卡洛尔。测试场地配备了紧急避难用的电磁屏障，能够保护他直至救援赶到。他的测试场地，我记得就在这附近。队长，让我也参与救援吧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贸然行动只会让局面变得更加混乱。我是天命特殊部队的队员，我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责任。卡洛尔，服从指示。队长，你可能是对的。按照一直以来的经验，你总是对的。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坚持 ，Spice Girls 绝不抛弃同伴。你告诉老妈我测试不及格吧，我要去救人了。卡洛尔。解决了，小菜一碟。哦，对了，金吉尔呢？你有没有看见他？机甲的损坏比我预想中还高，真是不能小瞧你啊，这下又要被博士们念叨了。不过好在测试也算是顺利完成了。
等一下，难道你们联合起来在骗我？根本没有什么机甲失控，金吉尔也没有危险。不用这种方法，你恐怕不会百分百认真起来呢。队长，金吉尔，你们都是大骗子！好了，卡洛尔，你就别闹别扭了。哼，这次突发事件是我向主教提议安排的，最开始也说了，这次考察的重点是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。当然你会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向你道歉，但同时也要祝贺你，卡罗尔佩伯队员，你以合格的成绩通过了测试。啊，只是合格？队长，这不太对吧，我明明完美救出了金杰尔啊。不对，我还在生气呢，不和你说话。没错，你救出了同伴，自己也平安无事，但同时你也放弃了自己的任务，没有遵守我原地待命的指示。完成任务和营救同伴，这两个都不是错误答案，但也没有哪个一定是加分项。结果是唯一的衡量标准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还有做得更好的空间。那如果我选择留在原地，当然会有不同的后续测试了。当然你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，主教大人也认为你足以胜任圣方丹的调查作战。至于有待提升的部分，我们就在作战过程中进行更进一步的指导吧。综上，牙医队长给出的最终测试成绩合格是非常公允的，明白了吗？这也太狡猾了。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，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才算队长标准中的优秀呢？那当然是……队长，那个时候说了什么？我好像记不太清了。
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念书吧。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都记不住呢？可是，没关系，队长，现在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得更好了。完成任务，营救同伴，我当然是全都要做到。说的没错，实战就是这样残酷啊。但是现在的我也是状态绝佳呢，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来吧。後ろ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。
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。